吃沙爹一定要来嘎江哦，走，带大家去看看什么是沙爹。沙爹是什么？那么沙爹呢，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烤牛肉串、羊肉串还有鸡肉串哦，但是呢口味呢跟中国的烤牛肉串、羊肉串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味道呢各有千秋，各有各的好吃。那最好吃最出名吃沙爹的就在我们嘎江这个地区，你说到吃沙爹他们就知道是在嘎江了。那么沙爹呢，嘎江呢是最老字号最出名最大的一个沙爹餐厅。这一家店呢已经有4到5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了。那么老板呢开始卖沙爹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小贩哦，是用挑担挑着边烤边卖的边卖沙爹的。那么除了马来西亚人喜欢吃，印度人、华人都喜欢吃沙爹。那么沙爹呢就是很受欢迎，所以呢生意呢就非常的火爆。他们这一家呢一天至少烤40000只沙爹哦。那么老板呢他由一个街边的小贩到有店铺，那现在呢听说这里附近的店铺都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就是从沙爹起家，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百万富翁了。那么他们家的装饰呢我觉得简单大方，摆设了很多马来西亚古代有价值的珍品，而且呢有马来西亚人个人的风格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么我呢跟 Sam 呢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吃沙爹的哟。妹夫说这一家是现在嘎江最老字号的沙爹了，那么之前是有一家华人开的，现在呢就是疫情的问题已经关闭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约好了来这一家一起来吃，来拍照，来打卡。妹妹呢她比我们先到，所以把沙爹都订好了，那么我们呢一来到我们坐下来就有的吃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开战咯。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是羊肉。羊肉你买吗？他们告诉我他们一天至少要烤40000条沙爹哦。哇，沙爹呢它只是一个小吃，它不是正餐，但是非常好吃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嘎江的沙爹哦。 Sam 呢他也是第一次吃马来西亚人做的沙爹，
他说 yummy， 价钱呢也非常的平民价，一穿最高是2.4元，最低是1.4元，超值，非常的便宜哦。每天他们要烤40000条沙爹，就是40000条沙爹，所以他们的生意真的是非常超好。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古董和珍宝哦，都非常久的历史，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机器。那这里呢还有打卡的地方哦，哇，还有一张马来西亚国父他的照片。首相东姑阿杜拉曼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，他呢在1999年去世了，寿年是93岁。那这是当年当兵戴的帽子，铁帽真的是很重哦。那餐厅很大，至少可以容纳几百个人，而且它还有2楼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到现在还没有开放。好，他们呢家至少有3个厨房专门是烤沙爹用的，非常的夸张哦。那服务员呢也很友善。那他们家的酱料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好吃。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9点多了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排队。那么我们呢是来吃晚餐的，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们是喜欢吃宵夜的，马来西亚人都是喜欢吃宵夜的，所以他们就来的那么迟了。妹妹和妹夫说他们早来的时候也是照样排这么长的龙，所以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。我们吃饱了回家打麻将啦。今天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给我一个赞，最好 subscribe， 那么打开小铃铛，我下个视频你们可以立刻收到。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